孩子，我说他怎么没上过电视？你好久不叫你，那指不定有什么手段。咱真是太不耐人了。明白，要是成名，真就了不得。我对这有点启发，就是每天一点钟听我这《乔爷大院》，有听的吧？马奇要红。要红那天我坐汽车人认识我的，听我是口音，我就不敢说这话，他司机老听我的，现在还放着呢，每天那一点钟打个听我乔大人，你听书听谁啊？我听山田棒，听田连安，还听谁？哎，这两天那个乔大人马奇说的不错。嗨，你知道马奇吗？我刚才说我呢，我知道，他不姓马，他姓单。怎么叫善？善天王儿子，善马奇，善了个奇，我这出门到那么一个。下面节目呢，是我们这个三个笑星的，咱们张伯仙、徐强、王子健，好啊，都是笑星，但是笑星其实是比赛的意思啊，要不是正经花旦，都拿拿手的，还双箍。王子健先出现了，今儿拿这绝活。一般人不敢拿，王三宝、彭德宝、二王、王三爷、彭德宝，就拿这灯笔，上完过来。听的就是善马的声，感谢大伙儿细心的观众发现了，又做了一下。对，正好张伯钦他们家前几天白事，弄点贴布也用得着。对，用着吧，反正也是给大辈儿用的，对吧？浑身穿也不糟践，感谢大伙儿吧。这个明天还得上班，就跑这儿听我们胡说来了，做一个自我的介绍。小组的那叫王自健，王自健站在我身旁的这位老先生叫王长表，女字边儿啊，那还女字边儿啊？那是王长宝，宝对。这王长宝，过去一直混这个相声圈，在这个行内呀，得了那么一个小小的粉号，还有粉号，叫什么小小宝子呀，小宝子。如今您一看，这都50多岁，你学会了，你。如今这都50多了，这小宝子已经就变成老宝子了，登上了职业生涯的呀顶峰了，是吧？聊出来了，这就不受罪了吧？不受罪了，反正这个年头我们也都明白，笑贫不笑那个。是吧？你说现在这个事儿多了，这个艳照吧，那个什么吧，天天这个也没人说他怎么着。哦，是啊。但是你要没钱不行。啊。这不是江西省那边又出事儿。哦，又出事儿。哎，那个叫哪个县咱就不提了啊。强拆人家房子。嗯。人家点火自焚。家属上去救，县委的人拦着不许救。嘿。现在呢，这一家人。自焚的那个伤者是他们家大爷，当大爷就倒霉，除了平时聊天了，完了还烧，这个已经故去了，大面积烧伤已经故去了，然后当地县委书记从省城医院把这个老人的尸体给抢回县委去了，连同着一家五口亲属给逮过去了，手机都没收了，现在只跑出来一个，这家人姓钟。哎，现在各位您要是上网到腾讯微博呀，上头能跟踪这么一个人叫钟小九，小是那个大小的小，钟小九啊，这个他本名呢叫钟如九啊，钟如九，关注他一下，他会有一些消息告诉大家。因为这个事情，我也呼吁各位关注。为什么穷不帮穷，谁帮穷？说实在的啊，好好。
中九的哥哥叫钟如田，现在这个人呢在北京已经被咱们北京的一位好心的律师法院援助起来了啊，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反正是在北京现在很安全，准备要上访，准备要上访。这个各位反正也不说让您出多大的力吧，上网上就有一个万人签名联名的帖子，您各位今天这儿大眼一瞧，200多位，您上去支持一下，支持一下。说实在的啊，怎么说这话，当初大家所有媒体都搞郭德纲的时候，没人站出来说话，我不说话的话，今天又有这么多人去侵害这个钟家一家人，我再不说话，真有一天有人要害我了，也就没人帮我说话了。好，所以多不多呀，谢谢大伙儿了，上去上去帮着看看。哎，咱们接着说这老鸨子呀，这个一下拧不过来。说实在的，我挺欣赏您的艺术的。是吗？您像王昌宝先生吧，在后台来讲都知名的有学问人，跟这个其他这堆臭说相声的呢，本质的区别。哎，平时比他们学问也高，平时喜欢这个读读写写，是，哎，这个好这个古典的文化，这样非常好，我很赞同您啊，我很赞同您。是啊，这样呢，有时间呀、啊，您就上我们家去。干嘛？上我们家去？我呢，我弄弄你啊。啊？什么叫弄弄你？我规着规着你。我摆是摆是，我查问查问你，这些什么呀？我夹问夹问你，还夹问我？你能明白这意思？这路文言跟你说深一点吗？文言呐，怎么说？就是我教个教给你吧。哦，你那意思说啊，我在这整个后台是我最有能耐。哎，我上你们家去。对对，你教给我。没错啊，那意思你比我还有能耐。然也，然也呢？哥们儿，作文豪啊！哎呦，作文豪，有知道的哦，有知道的。咱们这个，我不是你们这样的凡人。哟，我不是凡人。我不是凡人，我是凡客，知道吧？我不是一般的人。哦，不是一般的。知道，看看看我。啊，那你是宗史？宗史，我是宗史啊。怎么宗史啊？黄的。黄的黄袋子。黄袋子啊。我是奇人的。奇人？哎，奇人明白吗？明白啊。咬大腿啊。咬大腿啊。奇人咬大腿。咬大腿。咬大腿下奇人带奇。带奇。整黄旗。哦，整黄旗。整黄旗。对，咱们是绝了。绝了，我是绝了爷。庆爱新觉罗呀。哦，皇亲国戚。当然了，我们老祖先啊，我们台字的哟，抚育恒起。我是有一个爱新觉罗溥仪，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那末代皇帝呀。那是我的高祖。是啊。哎，我们台抚育恒起吗？您在这儿。我是起字儿。哦，您是起字儿。有这么一个爱新觉罗启功啊？你有啊？听说过吗？大字书法家呀。那是我哥哥。哟，那是我堂兄啊，那没岁数差这么多啊。当然，他是掌门长子的长子的长子的长子。哦，我是庶出的小三儿的庶出。不是，我怎么说啊？就是他这一末岁数大，我这一末岁数小。哦，但是我们平辈人。哦，启功是我哥哥。哦，启功是你哥哥。我也是这启字儿。你叫什么呀？我叫启凤啊。爱新觉罗，觉罗也起哄。我跟你也就是你现在跟我这个态度，这搁100多年前，你敢跟我这样？怎么着？100多年前我们归哪儿管？归哪儿？我们归净室房管。头。你归松安湖管，你跟我这样，你就冲跟我这开颅过来几个大小伙子掏出来，噗噗就给我打了，把你车带就炸了。我信你那个，现在是我们没有僵
山了。哦，没有。当然，我们不要江山，嗯，我们也不要美人。哟，那我们做江山那会儿呢，也没强拆过谁家房子。我们但是我们要我们贵族的血统，哦，贵族的这种体面，哦，知道吗？啊，从小鄙人哦起哄，受到了贵族式的教育。是吗？从小就是天天就是瞧书。哦，爱看书。天天跟家就是瞧书。哦，瞧的书多极了。都看什么书啊？那太多了。嗯，说说吓死你了。你说说。这我首先来讲吧，我瞧过这个金瓶梅。你这个人的思想怎么那么阿杂呀？你也叫曹哥哥，你真是个字儿气的老头啊。怎么过去金就非得金瓶梅啊？那怎么着？您各位再过去，我就说一金，我说出瓶梅来了吗？金戈铁马传不行吗？金朝通史不行吗？哇，通史怎么就不行了？这通史啊，我怎么就这么看不上你这玩意儿？再说了，你以为那金瓶梅就不好吗？那也是啊，古典文学的一朵奇葩呀。你看那个好的呀，我还有好的，上那个大书店哦，买正版的，正版的，正版的，啊，就是大本线装本的哦，打开就是清晰大图的那种。画呀，说这意思，啊，打开就是清晰大图，带两张蓝光的那种。哦，哎，看这个，看这个，哎，再说了，嗯，我光看金瓶梅吗？嗯，还看别的？看的书多了。哦，你说说。多了啊，说出来吓死你。哎呦，我没那么大吓。吓死你了，嗯，吓死你了，吓死你了，吓死你了。你像我看过这个，吓死你了。对，哎，你打谁呀？这在哪儿？什么毛病？吓死你了。我看过，哎。我看过这本叫《诗经》啊，听说过吗？没有。买了吗？嗯，打开第一页，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像我这样的君子呢，就是好逑这个淑女。你揉透了都。您等会儿吧，啊，那叫《诗经》，怎么还《诗经》呢？现在叫《诗经》，就叫《诗经》。《诗经》我看过，哦，我看过《诗经》啊，《诗经》《尚书》哦，《春秋》《论语》哇，《孟子》《庄子》《史记》《离骚》《文赋》《汉赋》《两都赋》《汉书》《公词》《木兰诗》哦，什么《呼家十八坡》《孔雀东南飞》《桃花源记》《搜神记》《宝剑记》《义侠记》《西学记》《鼎中记》《元楼记》《洛阳游记》《鬼谷日记》《官场现形记》还真不少，《柳氏传》《女娃传》《英烈传》《平辽传》《贺家一传》《唐传》《科传》《南柯太守传》《阿 Q 正传》《王林川》集《李清照集》《莫洛文集》《巴金文集》《叶圣陶文集》《鲁迅杂文选集》《红楼梦》《镜花缘》《儒林外史》《三国演义》《西厢记》《聊斋志异》《水浒传》《八月香》《冰暴风骤雨》《铜墙铁壁》《百年千钢》《桂林香》《红军补被惨》《世界一段》《梅花香》《九三年》《龙龙故事》。好，什么水牙猪、猪八戒偷瓜、米老鼠与唐老鸭，还有最近刚看的啊第七本纯英文版的《哈利波特》。就这些个书 啊，完全都把它看了卖了，卖了啊！哎，那不用你，我就能卖，好嘛！刚才这哥哥们背那么熟，赶紧点书呢。点书像话？我卖的都是啊，我卖的都是我看过的书。我看完了。哥们儿有一项特异的功能啊，什么呀？过目成诵。
破木成舟，甭管什么书拿过来翻一遍啊，内容全记住了，这书没用了，谁有用谁买走，卖了，是啊，哎，全卖了，看一遍就记下来了。知道这个列国时期啊，有这么一位古人，谁呀？苏秦，苏乞子啊。哎呦，那叫苏乞子，苏乞子，嗯，他有这么一特异功能，什么呀？叫走马观碑啊。有，我比他能耐还大，你比他还强，那马能有多快？是啊。50公里到头了。对呀、啊，我贵坐火车观碑，火车还不坐那个怂火车。哪个呀？咱们坐这个京津高铁，啊、河柴号，350公里啊！哎呦呵，从这个岭南上车啊。过这安检，拎着行李托运都好了，上去往那儿一坐，火车吭哧吭哧吭哧，嘣往起这么一开，300多公里就跟这儿风驰电掣一般的。哦，我跟这窗边这么坐着，拿眼看着窗外的景色，偶然之间怎么样？看见窗外立着一个石碑，谁也没瞧见，唯独我，就这么刹那之间，把碑文是了然于胸啊！哦，碑文写的是什么呀？廊坊。哎，这比你都大。我不当了，这就名儿。还有这么一个牧师群羊。哦，还有牧师群羊。牧师群羊嘛，说有人在山头上放羊，过去一人拿眼这么一看，就知道有多少黑羊，多少白羊。哦，这能耐我也会。你也会？当然了。啊，那天走到山底下了，山上有人放羊，拿眼一瞧，立刻知道有几只黑羊，几只白羊，几只黑的，几只白的呀？一只黑的，一只白的。就两只啊，牧师群羊，让你上家去，适当的与你有好处。哦，因为你们说相声躲不开这个啊，咱有那迷路叫文哏的相声啊，文那叫文哏，文哏的相声啊，对不对？讲究、哦、什么吟诗啊，作对，尤其作对我特别好，我逮谁跟谁作对。我起哄了，这这个什么？做个诗啊，打个灯谜啊，这都啥？这都是古典文学。哎，我打灯谜，各位不是动脑子，都是文学性很强。那没错啊，这个他就不一定会。你说在这儿了？怎么着？这是打灯谜，先生，今天咱俩在这儿打一回灯谜，怎么样？跟你打回灯谜啊？对呀、啊。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跟你打灯谜，我宗室，我宗人府管的。啊！我告诉你说，打灯谜在咱们北京，人家送我一外号，你叫。都叫我灯谜神童，哟，您就是灯谜神童啊？那没错啊，那咱拉拉手吧。哦，你也是灯谜神童，我是灯谜神父。像话吗？这话什么叫灯谜神童啊？我会的特别的多，真会吗？那没错，非得跟我来。哎，你看这不是就是不要脸了吗？各位，不要脸，还跟我瞪肚脐眼儿。啊这叫肚脐眼啊！不是我啊，跟你打灯谜啊？对，跟我呀、啊，你呀、啊，啊我，这你呀、啊，你呀、啊，老不骂人是怎么的？没有，我表示惊讶呀、啊，就你呀、啊，就你，没有那一个女一个什么你？你跟我打灯谜，行这么办啊？挺大岁数了，再不同意跟他打灯谜，一会儿死在这儿，我也不知道。你这样啊，让您个便宜得了。怎么了？您出一个，我猜。我说你猜，我猜上来了，咱俩拉倒。行，就下去就得了。对，好好给他一钱。您说一个，我说一个。嗯嗯，那你听着啊。好啊。说千里随身不恋家，嗯，不贪酒，饭不贪茶，是水火刀枪都不怕，日落西山不见他。放屁！你来骂人？没，完了吗？不是你完了吗？是不是我完了吗？你说完了吗？我说完了。放屁！还是骂人吗？没有，就你刚才热热热说那一大堆，谜底是屁。有学员都猜出来谜底是屁。你这不对，我这谜底对什么蠢对呀？你呀，得给说上来。我当然每句都说得上来，每句都说上来，没问题。那我问问你，你随便问呢啊。千里随身不恋家，你说你从北京到哈尔滨出差够1000里吗？够啊。你跟北京放屁吗？
忘了。你到坎儿憋别了，你憋着。哪能憋得住啊？这是也放吧？也放。这就叫千里随身。这就是千里随身。哎。不贪酒，胡亮家啊，胡亮家说的是什么？什么呀？在去哈尔滨了以后，你想家哦？你在哈尔滨放的屁不想家？没听说你到哈尔滨啊，一个没留神，呲溜，不阴蔫屁，这屁出来之后，这地儿怎么那么冷啊？这什么地方？啊，看见了？啊，天安门呢？不。这不是北京啊，我得回家呀，我得看升旗去呀，顺着火车道啊，滋溜一下这屁声回来了，到你们家的厅门一进，一把鼻鼻子一闻，嗯，我儿子屁回来了，千里随身不恋家，哦，这就是千里不随身不恋家，哎，不贪酒官不贪茶，你吃饭吗？吃啊，喝酒不喝？喝呀，你这屁可不吃不喝。哦，没听说过你正吃饭呢，啊，盛汤去了，嗯，放一屁你走了，哦，回来菜怎么没了？琢磨呢，我这屁饭是不小啊，不像话，对不对？不贪酒饭，不贪茶，水火刀枪都不怕。你甭说水火刀枪，嗯，屁你拿飞镖你也镖不着，对不对？你超人你的耐力，对不对？对不对？屁你。日落西山不见他，你干嘛还日落西山？嗯，别大白天的，谁见过屁长什么模样？多高的个儿？当然，你要说各位想看，也不是完全的就没有办法。怎么呢？既然您花钱买票听下来了，除了说这个让您乐之外啊，我们还普及这个民俗的知识。哦，想看屁怎么办？怎么办？今天给各位指点一个迷信呢，啊，跟大家探讨吧，也说不上指点迷信。上那个澡堂子，男澡堂子，游泳池，上里头去。哦，放了屁呢，你观察它，有一个物理的现象，冒泡，不噜，不噜，不噜，先行，太脏了，你这，我捡上来了。这都没怎么不对呀，啊？我们在泥底下是影子，你连讲得上来吗？句句都在讲，别让我问住了。问，你先说这千里随身不恋家。哎，你长一千里以外，你想家，这影子不想家。不贪酒饭，不贪茶。你又吃又喝，这影子不吃不喝。水火刀枪都不怕，刀扎你，枪拉你，你怕疼，这影子不怕疼。日落西山不见他。哎，赢就赢你这句上。怎么了？这太阳一落山，这影子可就看不见了。哦，嗯，您这意思我听明白了。啊，太阳这么一落山，影子就没了。对了，灯亮了，灯亮了，那脑袋黑的。不是我们这泥底就是影子，你那我说屁比你那还对半，知道吗？这老头烦了吧？能迷着都不行，还不行？这样 啊，给您个机会转转您这个面子，面子，哎，转转您这个面啊。我说一您猜的，你说一我猜，咱们说就说那高雅哦，因为咱们是皇大夫，哎，学了爷，我是起哄嘛，哎呦，我得给你来一个古典文学性很强的，是吗？咱来个拢印扣字儿。什么叫拢印扣字儿啊？比如说啊，您拿起一把树叶儿，嗯，拢在一块儿呢，一瞧跟一片树叶似的。啊，我这个谜语有意思，嗯，七个字的谜面，猜一个字的谜底。哦，那哪七个字？拢印扣字儿。啊，我得问问您啊，咱们就这么单猜吗？那还逼着你是挂点赌注啊？还挂点赌注？挂点彩儿怎么样？你说那咱们挂什么？咱们也别多了 啊，咱们赌十个亿。是啊，穷疯了，十个亿
讲话吗？那怎么办呢？少点儿，少点儿啊，赌两分钱。哎呦，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啊，那怎么办啊？咱们俩取中，嗯，十块钱，十块钱为赌，对，没问题，嗯，十块钱吧。你说我猜，对，这样我说一个您猜，啊，冷印扣字的，对，七个字的谜面，一个字的谜底，哪七个字？听我这七个字啊，很高雅，很高雅的，哇，说啊，小孩醒了。要撒尿，七个字很高雅啊，还高雅呢，非常的高雅。说完了，说完了，我琢磨琢磨，您随便，你等会儿啊，你猜吧，准备好十块钱就完了。七个字扣一个字，小孩醒了要撒尿，这小孩啊，都跟妈妈睡觉，睡到半夜，妈，我撒尿，来，我把你，哎，这是把呀。没错，这我还能问问他，这小孩多大？就是能把我就把，能像我这样就不用把了。再说王先生，怎么着？这小孩多大呀？两生是三岁，没错啊，就是我猜着了啊，我猜没猜着啊？没，到哪儿都说没猜着。什么叫到哪儿都没说呀、啊？就说没，我给你换一简单的。换什么简单？这太难了，没有大学的文化你猜不着。我跟你说，一远看大灯笼，近看灯笼大，灯笼是灯笼，就是大窟窿。破灯笼，笨，这我也猜得着。不是你这没猜着，我刚才那猜着了，没猜着。这是个把字，什么把？念什么把？不对。念把错了，十块钱。什么叫十块、啊？十块钱，你猜错了。什么叫猜错了？念把呀、啊？念把不念把？念把不念把？念把不念把？不念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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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小就练这个，我甭练，就不念。你家也甭说不念打，我也甭说念。老头儿啊，你！咱俩在这儿表演表演，这怎么表演啊？这儿呢，好比就是咱们家，这儿是家。咱俩在这儿睡觉，睡觉。哎，对，什么呢？表演呢？我呀，让你便宜。是。我演你儿子，太好了，太好了！你这个非分的要求，我怎么说你？是这打多少起就想给我当儿子了？谁想？不是你演我妈，啊，儿俩，我演你妈，演我妈，行，不来不来啊，不来，我演你爸。没听说过，我必须演你爸。这里没有我爸的事儿。对，哦，我明白，我演你爸，对吧？寡妇妈呀，没有你爸吗？啊，没有爸什么呀？演你寡妇妈，演寡妇妈，行吗？行，演我寡妇妈，寡妈。咱俩呢，在这睡觉，是吗？啊，对，睡觉，对。好嘞，这干嘛呀？你倒是睡觉啊，睡觉可不是躺下睡吗？不是假的，那怎么弄啊？咱俩在这往这一站。哎，比如就是睡觉，什么什么，等会儿等会儿，弄清楚啊，站着睡，站着睡啊，哟，什么鸟类才站着睡？你妈是鸡？假话，废话，什么叫站着睡啊？假的做比成像，假装站这儿，对，就睡觉了，往这一站，看见没有？你拿着这站，这干嘛？这是，这就是咱们家的被窝，往这一站，你们家被窝情趣。这你妈就全让人瞧见了。你这好几十倍哦！啊，他这一干是啊，在这儿睡觉啊。那怎么算输，怎么算赢了？我一问你，你回答我，你要说出把，你就算输。这我说出那字儿来吗？我就算输了。对，我说不出来呢，说你赢啊，算我赢。对，这个我要赢了呢，啊、你给我十块钱。没错，我要是说出这字来呢，啊、我就从你那儿拿十块钱。啊，对啊，我全部给你二十，可以？这都可以啊。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行行，没问题。一言为定，反正那么一字儿。哎，我准不说。现在开始啊，开始，开始，咱俩睡觉啊，睡觉。妈妈，妈妈，妈妈。
怎么的了这是？怎么地了？地震了吧？地震了！我说你呀，快点！干嘛？干嘛呀？这叫你呢！叫我！我睡瓷实了。你得清醒着点还得清醒着点叫你呢！是，再来。好嘛！闷啊！您听吧，刚出猪窝又跑羊圈去了。我妈是人，这是人，这怎么分人一口呀？这叫再来啊，妈。那怎么办呀？得说话，还得说话呢，可不是、啊？讨厌，妈，嘿，你得说人话，这不算人话，这他妈就不是人话啊！那怎么办？还说人话？这可不是吗？再来一回，妈。我妈这嗓子怎么这么粗啊？这不是你妈，那是谁呀、啊？街坊啊，一二大爷。啊？哎，街坊哪爷呀？这二大爷不厚道。没有听说。爷俩这就有二大爷什么事儿啊？我妈俩是。我妈俩怎么有肉看？我妈是女的，女的，您得细声细听。还得细声细气的。哎，行，再来一回吧。妈，干嘛呀？我撒尿，撒尿啊，撒尿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啥呢？撒尿什么意思不知道？你得给人说法。说完我输了，大叔甭来呀！矫情，矫再来。妈，干嘛呀？我撒尿，撒尿啊！嗯，尿吧，尿吧，往哪儿尿啊？炕上。尿湿了，明儿晒，明儿天。拿锅烤，烤着了，妈给你做新的。我妈哪那么多钱呢？客厅给你挣的。都把我丢了，出不来，矫情啊！妈，干嘛呀？我撒尿，撒尿啊！给你个盆儿，给我盆儿，给你个盆儿，我拿得了吗？你这孩子多大了？两生是三岁，三岁的小孩，你怎么连盆儿也拿不着？给人说话，说完我出来，怕出不来。矫情，妈，干嘛呀？我撒尿，撒尿啊！下地尿去吧，下地尿去，下不去，奔下出溜，出了地摔死了，摔死，摔死妈妈在养活，是亲妈妈。这不对了，怎么不对了？我这寡妇妈怎么在养活呀？这你没明白吗？啊，有街坊二大爷的。当然不少，但是王子健还得说一个，那个双数啊，咱们下面再说，再跟他算账。紧接着是上青年相声，真不错，就是我们的在小孝星里头一个，我叫小孝星，又叫小巨人孝星，丁振鹏、刘洪涛也卖了一天，因为要看他专场啊，他得拿点绝活呀、啊。这个活呀、啊、是个传统活，很不好说，但是听起来很有逻辑性。相声里最有逻辑性就这段，我不知道今天哪位是相声专家、相声学者，有很多相声专家在网上跟我说话，问我很多问题。我每礼拜五啊，您听北京有一台叫城市管理台，我都讲这课，讲相声课，您可以听，也是一点钟。当问我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像这个段子多少年了？他说这活呀叫灵丹府，这个活150多年了。传下来不容易，咱们请听丁成、刘涛说领口，鼓掌欢迎，上台。
长个了是真的。那天早上起来，突然间就觉得出现奇迹，是一种特别美妙的感觉，你知道。早上起来之后，我妈看你长个了吧？我说是吗？凉了你吗？凉了。就站在我这事儿真的啊，可能不可乐，大家就听着啊，你就当真的听着。我说一句瞎，咔一雷就把他劈死。他这咱不说别的，麻烦你啊，就是我们家那个靠阳台有这么一面墙，一直是从我二年级开始一直计量我的身高，三年内就没再刻过，你知道吗？之后我三年级也没来课了。之后我那天上面一长，确实长那么些，我心里特别高兴。好，现在就开始说相声了。这个刚才说了，丁志恒长个尺啊，这个啊，26号是我的这个专场啊，专场希望各位衣食父母届时过去看一下，哎，做一个小小的汇报。当时呢，这个宣传上也说了，有四个神秘嘉宾会给我捧哏，就这个货就不给我捧了。就是这个四个神秘嘉宾会给我捧哏，哪四个神秘嘉宾呢？这我也不知道，本人您都不知道，太神秘了，就是知道吧？蒙面的吧？怎么？秘密？来四个忍者给我捧哏。我天哪，忍者贵了，别四个，锁住他们。就是这个开个小玩笑，是不是？希望大家到时候去看一下，到不到您各位多多的担待，是吧？这个刚才那段演得很卖力气，哎，王自健、王长宝两位老师，我特别喜欢王自健这个演员，怎么呢？长得可乐，怎么？人长什么也都可乐，特别好玩，而且他特别喜欢给自己起外号，他还要给自个儿起外号，这就让我特别的费解啊！这个人太贱了。他怎么能喜欢给自己起外号啊？但是他的外号都是有来历的，是啊，比如说开始的时候，他小时候有偶像，哪个呀？雷锋，哦，雷锋叔叔，雷锋叔叔干一辈子的好事儿，虽然说这一辈子没多少年吧，啊，但是确实干了一辈子好事儿。什么话？干一辈子崇拜，把雷锋叔叔等自己成为偶像。哦，雷锋是偶像。后来呢，又有一个偶像，谁呀？张海迪。哦，张海迪大姐，高位截瘫，是身残志坚，哎，把他列为自己的偶像。哦，又换张海迪了。后来呢，拍了一部电影，什么呀？小兵张嘎。啊，偶像又换了，换谁了？嘎子。哦，换男主人公了，小嘎子。所以喜欢雷锋，喜欢张海迪，喜欢小嘎子啊，自己给自己起个外号。什么外号啊？雷迪嘎嘎。嘎嘎，他也有外号。谁谁呀？他你也有外号？我还有外号，小乌龟。小乌龟，上眼看像不像？像哪儿像这个？因为他平常在这个捧哏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动作，就是。小乌龟，你知道吗？对，当然这也不是我给你起的。谁呀？后台演员给你起，他们那一群，他给你起，我听见了。不是，那您就光听着呀？我能光听着吗？啊，我是的人吗？就是啊。当时我就乐了。太可乐了！你也跟着一块乐呀？像话。确实像，确实像，一点都不像。就是其实咱们实话实说，你看我啊，除了说相声以外，你知道我还有什么其他的工作？您呀，好给人起个外号。他们给你起的，我只是乐了。他们让您干什么的？我啊，是一个小者。什么您呢？小者。小者？什么小者？什么小者？什么小者？这号小者。人家叫学者，发音不准，这个发音谁发音不准？哎，我这天天是去各个国家去演讲啊，去比较大的国家，都哪儿啊？柬埔寨呢？柬埔寨，泰国您去过？挨着的，泰国去过啊，但是就不是为了去演讲看表演，是吧？你就光演不讲了？对，他们演我。您莫演，我来聊。就是。平常就是啊，这个也去过一些比较大，像这个印尼，哦，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我也上那儿去演讲过啊，演讲那边是印尼一套，印尼一套他们7点钟的新闻啊，新闻就是两个
印尼人那儿，不是不是郭新闻，对，郭新闻七点半是我，我说您是天气预报，七点新闻，七点半天气预报，那有什么可报的？那就报海啸是吧？不是不是不是，七点半我演讲，电视台演讲，七点半您演讲，哎，那儿演讲，咱是以教授的身份过去是吧？咱得捯饬捯饬，是不是？捯饬呲儿啪的，好家伙，呲儿啪的，这儿这领带啊，西服啊，拖鞋穿个这是这身儿吗？都是不是他姐，他也不照下身，你不知道吗？这儿还有一个演讲桌子，是不是？桌子都挡上，你不是一样吗？你都穿上裤衩，谁不知道？像话，你跟后台乖乖说秀腿了吗？当旗袍使唤吗？这是你自己说的啊！啊，这小乌龟版 Lady Gaga 真漂亮、啊，你把头弄成那样，哪样啊？哪样？就是演讲啊，穿刺儿片的讲的，刺儿片教授啊，拿出点教授的样子，演讲稿搁在这儿，各位同学啊啊。今天是啊，给大家讲课对吧？讲一个什么呢是吧？讲一个中国传统的故事。什么故事啊？典故啊，叫周扒皮哦，半夜叫鸡。给生了，那是半夜鸡叫。什么鸡？干嘛呢？咱们重新再讲啊，重新再讲周扒皮啊，啊，半夜扒鸡叫，鸡叫没有这扒，人是半夜学鸡叫，这是扒字句，还有背字句，是半夜背鸡叫，啊，就是半夜学鸡叫啊，对，半夜学别人扒鸡叫。我办这事儿，讲完之后，这个同学们也非常的开心。那边业余生活反正也乏味点儿，我觉得咱们接着讲，我要给你们讲你们国家的历史，是吧？这个历史是从哪儿来的？从哪儿来呀、啊？首先你要明白你这个国家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哦，印尼，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呀、啊？盖戳那个。边儿还图蒙古叫印台吧？对，印章什么的。捞对捞一个说对啊，当时印尼人民对我唯一追逐节打死都不那就跑吧，是不是？那也没别的办法嘛，对吧？就跑回来了。你这欠揍我呀，就跑回来了。您从印尼跑回来怎么着？算什么扯啊？这他妈算什么？跑到中国啊，跑回了我的故乡。中国的北京，我回来了，看看北京的建筑啊，天安门、毛主席纪念堂，到毛主席纪念堂了，往前走香山，天安门走了香山是怎么着？那都从印尼跑回来，这样早上干什么？有功夫，有功夫。我看了瞅着啊，北京太好看了，我默默地念起了那首古诗，来句哪首古诗？少小离家老大回啊，你安能辨我是孙？出来了，这还是去泰国你把这话筒弄上去，你不拿肚脐眼说话吗？看了香山的啊红叶，是不是啊？这回走到房山，从香山又到房山了。那以前大高个儿开玩笑，就磨没了。以前六米了，走道儿废鞋，还是废鞋。看这鞋已经废没了，再废了。看到这儿去房山，房山走，我正走着呢，正爬着山呢，坏啊！从后头过来一辆驴车，驴车知道吗？啊，拉车小黑驴啊，小黑驴，哪儿像那驴脑袋乌龟似的，我太可爱了！哎呦，我看到甲骨文。就是这小黑驴，就说吧，怎么驴车怎么着啊？驴车啊，驴车上有一车辕子啊，车辕底下挂一东西，给我吓坏了。怀什么就给您吓坏？车底下挂一秤砣啊，
这驴车不动啊，这秤砣还不响，是吧？这驴车一动啊，秤砣咣当咣当还响，我的，吓得我操，吓得我直打嘚嘚。别嘚，别嘚嘚了啊！学者呢？那不叫秤砣，那叫什么呀？那叫铃的，铃的。那怎么叫铃的？那还有一学名儿，叫这叫开道铃。哦，您解释解释，我给您解释解释啊。说，您在哪儿碰见那个驴车？房山盘山道。哎，房山盘山道。嗯，在这盘山道上啊，后面有这车从山下往山上走，就得有这车从山下往山上走。赶上车呢，就错车的时候，谁也看不见谁走的拐弯抹角呢，就容易出现安全事故。是的，这怎么办呀？这铃铛就起作用了。什么作用？这赶车师傅一听对面当当当当的铃铛一响，哦，这是对面来车了，我得躲开避让避让，两辆车安全通过，这么错车了。哦，这么开道铃，你瞧瞧。啊，听相声长学了呢。啊，以后迟早都不知道学不乱说了。我从房山回来，我就跟家走啊。啊，您赶紧走吧。我走到了这个北海那边。我从房山又到北海了。这个倒不算。到北海，走在文津街上啊，一抬头。看见一好玩的，看见什么了？北海的白塔啊，太好看了。是，哎，这塔顶上有这么一盘子，那叫成路盘。对，这盘子底下有这么一圈铃铛啊，这叫什么铃？什么铃啊？开塔铃。各位您琢磨琢磨，现在天冷了啊，这塔它也冷啊，它冷了怎么？它就得去跑步，对不对？促进一下血液循环，这塔哐就站起来了啊。出去他就跑步去了。北海这塔跑了没事儿，白塔寺还一白塔呢。这俩塔一块跑步要撞上，好家伙，北京限行堵得跟三棍子似的。这俩塔撞上那堵景儿去啊，没事了。怎么办呢？挂这么一圈铃铛，这边这塔正跑步呢，听对面哗啦哗啦有铃铛响，这塔知道了啊，北海塔哥来了。我赶紧躲躲他就躲开了。你也赶紧躲开吧。为了这样，那叫什么铃？啊，那不叫开塔铃，那叫什么呀？那叫惊鸟铃。怎么叫惊鸟铃呢？北海白塔。是啊，那是一个古建大白塔，是不是？嗯，漂亮啊，白呀、啊。哎，这小鸟呢，从这天上一飞，哎，大白塔，太觉得好看。是啊，走，上这歇会儿去呗。嚯，这歇就歇吧，不不好着。怎么了？扑哧扑哧，再往上拉屎。一拉屎，工人不好清理。哦，这时候这铃铛可就派上作用了。风一吹，铃子一响，小鸟一害怕，就飞走了。啊、这么个惊鸟铃，你想想，要听下长学问，以后知道说不知道学不乱说了。嗯，那你们家离北海那边都不远吧？我们家住景山那，我得瞅着他去。老没家啊，跟他们家走，上我们家了。走进他们家是一个小深胡同的紧里头，最后一间是一个老宅，一老四合院。走到这个胡同的紧后头，推开院门，绕过影子墙，低头这么一瞅，啊，地下躺一老太太。哎，你妈，我妈也是踢了，没看清嘛，他俩也不能踢，看清是踢上了，还是踢着怎么着啊？这老太太怎么躺地上了？啊，怎么我妈怎么躺地上了？躺椅太低，没看清楚，躺椅太低，太高了，赶紧弄我，别这么着啊。腿这么劝我先生还说跟你母亲打个招呼吧。是啊，一低头，你母亲脑袋上戴一金簪子、啊、金簪子底下挂一铃铛，哦，这叫什么铃？什么铃？惊鸟铃啊。各位您想想，他妈是古剑大白老太太，好，你妈长得漂不漂亮？太漂亮了，不光你觉得漂亮，小娘儿觉得漂亮，整背上腰带白老太太，得是吧，处啊，看完就全落你妈脑袋了。你落你好好落他不去，他说你们不吃不吃不吃，上你妈脑袋拉屎，你呢工人不好清理是不是？哎，怎么办？得按着鼻铃铛，风一吹，铃铛一响，鸟儿还怕，唰，全飞走了。所以就怕跟你妈脑上拉屎，跟你妈脑上撒尿。这不聊天啊，你这人。怎么说话？这不叫惊鸟铃，那叫什么呀？那叫长寿铃。什么叫长寿铃？我跟您说，
老太太早还带金簪子呀，那是老太太六十整寿的时候，我们哥几个给老太太买的。哦，上面挂一铃子，叫长寿铃，寓意啊，这老太太能活到一百挂铃儿。哦，你瞧瞧，咱们听下来，咱们听下长学问的啊，有知道说，不知道学不敢说了。我看你母亲那躺着太可爱了，算了，不理他了，接着往前走。啊，就是看一小孩从这个上房屋里跑出来，那个儿子长得太好看，虎头虎脑的，啊，尖甲个，说什么？尖甲啊，虎头虎脑怎么尖甲个？壁虎啊，壁虎，太可爱了！来来，抱抱抱抱抱抱抱。可是吧，哎呀，这还长太，你瞅人尖甲个太尖了啊！你平常验血不能拿针把自己直接打的，太可爱，这孩子，这还长得活儿，该。给扔了怎么着？他尿一身，尿一身你也不能给扔了呀？就我把他抛入空中一瞬间啊，我看见他脖上挂一锁啊，锁底下有这么几个铃铛，这叫什么铃？什么铃？长寿铃。他儿子过六十整寿铃。他们哥儿几个，咱们怎么孝敬这儿子是不是？怎么办？所以打这么一铃，这打这么一锁底挂这么几个铃铛，对，他儿子看老人家能够得到一百挂铃儿。想挂，有爸爸孝敬儿子啊？那怎么弄？那不叫长寿铃，那叫什么呀？那叫百岁铃。那是小孩啊，一百天的时候，嗯，我跟我媳妇呢，甭说专场以后不用您。包你了，不行。接着说，别忘了。这小孩儿，你说，让我说呀。说，快，甭说了，我这快等不了，快说。等不了，行吗？小孩一百天的时候，我跟我媳妇儿啊，喜欢这孩子，琢磨怎么爱这孩子。啊，哎，给这孩子呀、啊、打这么一锁，嗯，锁这底下挂几个铃铛。百岁铃寓意什么呀？孩子长命百岁，健健康康的。你想想，这相声到这年头，我知道说不知道学不乱说，长学了吗？您都就在这会儿，你儿子给掉下来了是吧？啪！谢谢您接着，啪！他妈要鼓励一下了，就看着气，你知道吗？还没干呢，你知道吗？啊，我一看你跟着你先接会儿啊，我接着奔里走了。是。我心里话说，你平常好看个书啊，上书房找你去吧。我来书房，你推书房这门，哎呦，书香门第，好，四面墙全是书柜，全是书，好，各种版本的《金瓶梅》。那不是我们家，那是王自健他们家。就是你们家细枝枝的，好家伙，那是横版竖版带画不带画光盘，好家伙，哪那么些版本的种子什么乱七八糟。好家伙，百度还开着呢，我胆儿太大了，我说书香门第啊，你知道吗？还书香门第，一回头吓我这一跳啊！你家他们门后挂着一只鹰，那我们家老爷子，这鹰的眼神太犀利了，他瞪我瞪着他呀，鹰太可爱了，这太可爱，这鹰爪子上挂着一铃铛，啊，这叫什么铃？什么铃？百岁铃。这小鹰过一百天的时候，这个雍涛老师跟他媳妇儿商量啊，你看咱们新生这个鹰，太可爱了，是不是？咱们怎么喜欢这个鹰呢？是不是啊？来打这么一铃铛，祝愿这个小鹰今后呢能够长命百岁，健健康康的，这么一个长寿铃。嘿，讲话怎么了？有声音呢，鹰精啊！啊，哎，讲话那不叫。百岁铃，那叫引人铃。怎么叫引人铃？我跟您说就明白了啊！哎，不是，我先问您吧，您玩过鹰吗？没有，没玩过鹰啊。这鹰买回来呀，它有野性，是这也三天三夜不给吃不给喝，就算吃也就给点吃点巴豆，这是刮刮肠子里的油水。哦，在老北京还有讲法叫熬鹰。哦，过这三天三夜，这鹰算熬出来了。嗯，对这主人呀是言听计从，百依百顺，就能带上山打猎去了。哦，只能打猎了。哎，到周日啊，我父亲好打猎呀。是啊，一手架着鹰，一手牵着狗，你就上了山了。嗯，这山上啊，它草高，看不见猎物，我父亲就把这鹰撒出去了。
这鹰啊飞的时候，林哥不是说那爪子上吗？这是这样，爪子收着，林哥不会响。看见猎物以后，鹰飞下去跟猎物一搏斗，铃铛自然就响了。山上草高，我不仅看不见猎物，一听这铃铛响，哦，我的鹰在那儿呢，准是有猎物，我得过去看。这么个引人铃，天天长相，对对对，天天长相，有知道说不了，绝不乱说了啊。没少乱说了，我一看书房也没有你，是不是啊？我走吧，赶紧走吧，走回出去，我想去你卧室找找。卧室干嘛去？卧室啪啪啪的一打门啊，家里出一人，我看不是外人，你媳妇大嫂子。媳妇长得太漂亮了。他说那、这个，哎、你媳妇打眼一看见我啊，生气了。生气？死鬼！叫谁的这？老梅来了啊！香死我了。胡说八道！你媳妇好开玩笑，她开玩笑，我能跟她开玩笑？你就别开玩笑，咱得正正经经的，是不是？不忙吗？干嘛要开玩笑？正经的，师傅，我问他那个雍涛在家不在啊？嗨，你多会算日子。没在家，真没在家，真没在家。我进去坐会儿去。不是，没在家怎么坐？我进去歇会儿腿，喝点水。歇了，进去坐去。师傅这边说：“来，别动啊，你倒水去。”说实话，一拧身儿，我看见他这头后带着一朵花儿，花儿心里有这么一个铃铛，这叫什么铃？什么铃？引人铃。他们都知道。哎，各位，这不是我，你玩过媳妇吗？哎，这是有规矩的，媳妇买回来她有野性，哎，你得三天三夜不给吃不给喝，哎，给点吃也行，吃点巴豆知道吗？刮到肠子里这些油腻，哎，还有玄女熬媳妇知道吗？媳妇熬出来之后，这才能带着她打猎去。他爸爸就好打猎，一到周末，这手牵着狗，这手架着媳妇。你看这瞅着好，山上草高是吧？把这媳妇唰就放，唰就飞。你看，哎，那儿猎物唰冲着跟猎物这儿搏斗。山上草高，这爸爸看不见，你能听着铃铛响，跟铃铛这么一响就过去了。我儿媳妇跟大伙赶紧过去。不像话，你是徐雷认子怎么着？这个可以充分解释你们为什么会生鹰，你知道吗？不叫引人灵，那叫什么呀？那叫回避灵。什么叫回避灵？老北京有这么句话吗？嗯，小婶不嫌大老歪的。有这么一句。我媳妇儿一女人家，我平常在外头说相声，有时候工作办事不在家。是的。媳妇儿一人在家，擦着身子奶个孩子，一人不方便。嗯。哎，这时候我哥哥来了，啪啪啪一敲门，于洪涛在家吗？我媳妇儿不说话，不方便呀。摇着脑袋，铃铛一响，我哥未听哦，于洪涛不在家，弟妹不方便，我改日再来。你早这么说不就明白了吗？是不是？就是。哎，你可能上外头你演出去了，你媳妇一人正跟家里呢，这时候你哥找来了，啪啪啪一打门，于洪涛在家吗？啊。我跟媳妇这会擦着身子奶孩子不方便，怎么不方便？方便别看了，不见脚看了。怕你媳妇骗子呀，你骗子啊！这么说，这要是听相声学的，长什么学的？知道说不知道，有点多了，你知道吗？啊！我一看这个卧室里也没有你，是吧？我赶紧走吧，是不是？赶紧走吧！我就走了，出门穿衣服。脱衣服啊！天凉啊，穿件外套，你屋里热就脱了呗。天凉脱衣服，这叫麻烦，你看这人啊！我走了，赶紧再来啊！赶紧来，最早别来。哎，走了，走。到后头就接着走，你知道吗？还走，走了走了，一推门，到你们家磨房。我们家有后院磨房。哎，为什么有磨房啊？父亲好吃豆腐。啊，不是，一天不吃都难受。好喝豆浆，我是好喝豆浆。好喝豆浆，哎，磨坊先磨的这豆浆好喝呀。是，一进去这么一看，嘿，里头有只小黑驴。行，太好看，这小驴一根杂毛都没有啊，太便宜。驴脖子上挂着一铃铛，啊，这叫什么铃？什么铃？回避铃。你想，怎么于洪涛有时候这个出门是不在家是吧？他哥我找人啪啪啪一敲磨坊这门，于洪涛在家吗？是啊，可能这驴正踏个身子奶。哎，他怎么不方便？驴都不用说
话啊，我跟你说啊，就直接一摇脖上铃了，咣当咣当这么一响啊，这歌一听啊，这李鸿超不在家，地面不方便啊。外挂，驴娶驴媳妇儿去了，娶驴子，娶张国老去了，张国老像话，娶张国老牛驴子，这驴也擦身的奶孩子呀啊，你经常就光身，你知道吗？那多多瞧呢，媳妇儿跟驴瞧瞧，像话像话。那不叫回避铃，叫什么呀？那叫偷嘴铃。哦，叫偷嘴铃。哎，这怎么叫偷嘴铃？我给你解释，这驴呀，得磨毛、拉豆子、磨豆浆，它再怎么干活，它也是个畜生。是，咱们有个偷懒偷嘴的时候。嗯。脖子干活的时候呢，脖子底下铃铛啊，它就响；这不干活啊，一偷嘴，这铃铛必然就不响了。我父亲在边上估计听着呢，这铃铛一不响，准是这畜生鱼啊，它给偷嘴了。进了磨坊门，二话不说，啪啪啪就是三鞭子，驴老老实实接着干活。嗯，这么个偷嘴铃，你瞧瞧，我听见老师了。到时候玩去，举个乱说的。你再说一句话，抽你！我一看，这磨坊里也没有你啊，是不是啊？我就赶紧走吧，我就出去了，接着回家，接着往后头就走了，还走啊？一推门进你父母这屋了，啊！好家伙，满堂是老北京纯红木家具，讲究，太上讲究了。哎，我看你床头上拴着一铃铛，啊，这叫什么铃？什么铃？偷嘴铃。偷嘴。各位想，他妈再怎么干活也是个畜生。家一家子也好人。好家伙，他妈天天买回来干嘛用的？拉磨。他爸爱喝鲜豆浆。他妈天天拉着磨了，你知道吗？好家伙，这万一他妈嘴馋呢？是不是啊？万一看这豆子，你这他万一这一偷嘴，那可怎么办呀？是不是？啊，所以就说这他爸的听着，昨晚听见这铃子一不响，他爸进来照他妈这屁股啊，啪啪，就三鞭子嘛。你这防修不好啊，灯管下来了，像话啊？你偷嘴铃，偷嘴铃，偷嘴怎么了？那叫惊醒铃。什么叫惊醒铃呢？这惊醒铃是我爸爸设计的啊。哎，我爸退休了，没事儿。后半夜里出去玩玩，玩什么去？玩牌去。哦，那就小糊涂，这大脑我也吃豆腐去。夜里吃豆腐，像话？就是夜里在吃豆腐。被打麻将是吧？夜里玩玩牌，打打麻将，有时候半夜回来一敲门，怕吵醒街坊邻居，把我妈床头拴个命令的，拉着小绳到大门口，绳头啊拴个结儿，拉着皮套。我爸爸一回来一拉这皮套，我妈听见了，哦，就缠我用刀开门去，你爸爸回来了，这么个惊醒铃。真别说，你爸玩牌这事儿我真知道。你也知道，那天跟我们家就玩上了，有这个王健的爸啊，张斌的爸，是你爸，还有我爸，我爸，他们几个人就跟这儿哗在这儿玩，玩到后半夜了，你爸不叫，是啊，电视过来，我说怎么你回上我们家，嗯，帮我拿2000块钱，输2000块钱，都拿条裤子回来分去。啊，我说那这上知下派，我就去吧，奔他们家那儿就走。刚才说了，他们家是一个深胡同的紧里头，一进这胡同，倒了霉了，怎么了？没有路灯，我那天停电，他摸着根往前走吧，走着走着觉得什么东西绊了我一下，一低头这么一看，是条大黄狗。那你可别招的，这是疯狗。我哪知道？我知道好狗不长道，拿砖头奔着狗，把这砍过去了。这狗当时就追我呀！嘿，你说我奔哪儿跑？赶紧往我们家跑！赶紧奔他们家跑！噔噔噔噔，来到他们家门口，咣一推这门，真撤门开了，关死了，是吧？关死了！这怎么弄？这狗冲我就扑过来了，我往下这么一矮，这狗爪子伸皮套去了，进可进去，出不出不来，来回这么一逛，就听里头你妈喊你呢，刘涛，快开门去，你爸回来了。嘉宾先生先四个王人，班长接王人，嗯，走。刚才一段真真事儿，没有。这个到班真事儿，到班场的时候，啊，咱们说点真真事儿。哎，说谁？说谁？你说小辉吧。辉，特别喜欢这个人。是个到底是人是亏了，要想生活过去，无法身上背点绿横批，人者生悲。拍着
就是您，您的真实写照。行啊，咱们今天再说这于洪涛老师真事。刚才那段确实是假的。哎，过去刚才说了150年往上的历史，就是没我的150年。对对，一份一份传来都这么说，我们怎么瞧着呢就怎么说，所以他也不能记恨我，是不是？你要记恨我，你就不是干这行的。哎，对，是吧？所以现在开始说你啊，还说记恨我就不是干这行的，我告诉你啊，咱们接着说，于洪涛老师这个人，这个。你别闹，你撂下功夫了。这个于洪涛老师呢，这个人特别好，啊，能用五个字来形容你，哪五个字？万恶淫为不是，是这五个字，不是那个厚的五个字，百善孝为先，不是嘴，你看啊，能弄糊涂，咬了命，谁命？连裤腰似的，啊，百善孝为先，哎，太孝顺了，平常跟自己的父亲。自己的母亲都非常的孝，尤其跟他父亲，有时候演出回去晚了，他妈做一份饭给他吃。哎，于洪涛老人在那吃，吃着吃着，他爸爸进来，他爸比如回来给他海碗，是不是打麻将去了？是吧？回来玩牌去。哎，回来之后，于洪涛老人得让他爸爸吃，爹，嗯，吃两口。吃两口。他爸爸说：“你吃你的，我有，多好。”豆腐，天哪！啊，我有，不吃你。哎，平常于洪涛老是跟家里抽根烟，可是他爸爸进来了，爹，你抽两口。啊，不，我有，让这么客气，爷儿俩相敬如宾。哎，平常有一根烟，俩相敬。哎，什么货？就是于洪涛老师喜欢吃冰棍，每天就拿根冰棍。他爸爸进来了，爹，你来两口。这也让他爸不用，我有。哎，你说就是那么客气，我们爷儿在家就这两句话，是不是？就这么客气，知道吧？那回有一回，这个于洪涛老师女朋友回来了，是吧？这个两个人这是小别胜新婚呢，小别胜新婚，跟屋了头把门一关，帘一拉。他脸儿整个拥抱热情的接吻啊，就在这会儿他爸爸进来，好，这几个人互相看着，于洪涛老师当时觉得不好意思，这他这女朋友也是脸一红一捂脸都不好意思了，于洪涛老师实在下不来台了，说不让两口行吗？这我也让，爹，您来两口。你是你爸爸？我爸爸不用，我那儿有。谁说的？你爸当时说：“嗨，来两口。”